夏天你那些冬天就可以买的，没有，有牛仔裤我们不能夏天冬天都在穿啊，那没有好了。是在那个 SS 4000大陆版的 GoPro，便宜好用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帅哥？1000块，帅哥在这里。对对对，帅哥帅哥。我先拿去水里在那边拍。可以啊，我现在可以防水，我现在可以啊，可是我现在中的是那个可以收音的。可以防水的。可以防水，它有防水的，防水的，丢到水里面去看。可以可以，半年就拿起来。半年没有，半年我就不知道了，半年我是真的不知道。半秒钟可以。慢着嘛，慢着就这样子，因为好像从来没有单独跟一个就某一个人拍的照，没有办法截图了，赶快分。你完了，有一张照以后就有一张照片，你的表情这样，你想怎样这样，怎么样解释得出来？你到时候会有一大堆，很多截图，来了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你也不能跑啊，你到时候会有一堆，要正经点。没有用圣经，一个人可以改，改的，那就这样的。阿妈会帮你改，阿妈会帮你解决的。圣经的都来了，有这么冷吗？这样子，我想要你这样子，没有都来了。好靓嘅啲风景。去过武岭之后，觉得呢度麻麻地。北部嚟讲唔错，你睇，一个山个山丑晒，一层层雾，一层层雾噶嘛。你着呢啲褛唔掂啊！我哋嗰啲防呢啲防晒嗰啲啊。什么东西？而家仲好薄嘅，冚冷薄嘅。我哋呢啲喺香港已经好够做啦，出汗咁滞噶啦。我们今天没人穿呢套，昨天我穿呢、這个，都未跟呢种。佢而家掹咗内里咧，即系内里啊，掹咗之后咧，好多。我知道，飞到第一的，你这样子都要挂在上面，没有飞在背上，飞到第一，飞到第一个。你剪头发的时候，后面帮你剃个几级发。我真的想剪了，我很长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很长哦。然后后面见到说，老板，我后面要刻这个 logo。OK， 跟他讲，那是什么东西？他就走出来以后跟大拉一样，前面就是前面写金鸡吧，后面一个这样子，有没有？然后金鸡吧。然后给他看你谁，你看，像他超昨天的，疫情过啊，没有昨天他超在舞台跳那个什么莫文蔚那个什么，什么捉鬼专家什么，周星驰那个电影啊，跟莫文蔚，跟鬼专家什么捉专家那个，我没有看到。然后他不是有一段莫文蔚在弹吉他叫什么，他昨天他超的一直这样的，那我们就一直这样。我真的只有2分钟，我在台上抽筋。没有，哦，好高兴啊！没有，当钢管。没有，没有，他是这样的。啊，对呀。啊，平时在欣赏。对呀。平时差一点真的亲到那个女的嘞，他这样子靠，你靠那么近。对呀。哎，差不多，我看2公分就亲到，他是。但是我你也知道，我认真拍，我爱拍后加，是这样子，是这样，因为凯西在录音，没有，因为凯西在录音，我爱拍后加，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，一定是他了，他都是私下写的，你看，我们大家看看，远远看看那位老大，你看，要摆 pose 在这边，你看，帅帅，你在摆 pose， 我们要摆 pose 一下，学他，看怎么样，学他，学他。山顶上那个雷达，知道不？雷达，那边那个山上有一个雷达站，雷达站那有一个雷达站，对，站没有？等一下，我们过去，等一下，我们过去。很走路，走路大五天，开时间，走路，进山雷达站，进山。然后我们先开一个地方拉开，这样先开，这样就一边风起啊，我们
好冷哦，不会啦。